如丰收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云游道人带来超级兽诀，全服梦幻币价格暴涨。多年没有出现的云游道人，今天终于来了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一次的云游道人卖出的高级兽诀，有几率变成超级兽诀。超级兽诀因为数量稀少，玩家摆的价格都非常高，并且实际交易的价格也不低。比如超级幸运达到了5.8万，超级魔星达到了10多万。云游道人处有几率出超级兽诀，必定会点燃几率玩家们强大的购买。除此之外，如今游戏中宫宝宝用的物理兽诀，比如高级偷袭、高级必杀等等，很多区的价格已经涨到了7000万以上，达到了历史最高价。这一次出云游道人确实是非常有必要。今天出道人的维护公告一放出，全服的梦幻币价格都开始暴涨，涨幅基本上都达到了10元以上。道人一天出现16次，按照往年的惯例，每次会卖99本高级兽诀。这一次因为有几率出超级兽诀，基本上所有区都会全部卖完。从3月5日到3月22日，道人一共会出现18天。这一次这个神奇的 NPC 必将回收大量的梦幻币。